嗨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今天要传什么教？今天从这来，冲啥？啊，这台要干嘛？这台冲啥？这台我卖去啊！哦，你卖去啊？一看到我的枪色就水的，枪色，我改枪，都有枪，像的枪。年轻我改枪色，因为枪色嘛，枪足济嘛，用我的枪啦。但是吼，伊讲叫我帮伊把卡钳不乱啊。上次不是说有网友说要帮喷那个卡钳，我这次就是要教你们如何喷卡钳。接着讲教练，对吧？其实啊，你们的车啊，有那个车的千斤顶，你也可以自己顶啊，穿起来就好了啊。记得哦，顺紧逆松啊，顺时钟是紧啊，逆时钟是那个。如果是用手去拆啊，你一定要先放着，把它转完之后再顶起来啊。不然你这么穿起来，等你就抱不落来啊。你说在地上先拆松，然后再顶起来，对吧？好，来开始贴啊，我贴给你啊。哇。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え、啊、你不是要先拆松？因为那有惊喜。所以这样说你，这拆过后会怎样？嗯。拆过后啊，啊，莫去吐掉。好，特别空啊，那拆，所以就要小心一点。啊，这个、啊，就是要这一颗啊，把它喷成红色。先把轮子之后先拆下，我以为我喷上瘾了，嗯啊，结果你看客人也喜欢，哦，你说枪色是吧？啊，可是这样突然看起来枪色跟灰色有点像啊，他的枪是比较新的枪，那先前啊在库前了呀。真爱色的对吧？啊，那不是讲过啊，拢爱洗好身体。像这个啊，碟盘这个都很正常啊，哦，其实碟盘沾水，这个沾水就会生锈了。如果你是完美主义者啊，我建议你把这个拆起来，拿下来喷，那是最完美。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拔起来。包这个是最简单的，好，我们先入，对啊，入门款就好了。好，先把基本的它包起来，就要喷到。假设你真的万一喷到稍微碟盘，好，那没关系，因为你刹车一踩就不见了，一磨就不见了。好，主要不要把我喷到这个都是啊，是说这个都把它喷到啊，对啊，所以包一下要比较好。好，最少你不要避震器整个变红色的。慢慢包 啊，等一下再细微的时候再弄一下就好了。你也可以用一些啊贴布啊什么之类的啊，对啊。啊，像这种喷到没有关系吗？这个？那是手刹车的线啊，嗯，那还好啊。啊，比如说黑色的，我们要包起来啊。嗯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就包一下了。啊，人家会想说，哎呀，我不贴贴布没啥用，不贴布啊，你电火布买啥啊？电火布知道不？用那个。点微波啊，对啊，点微波的话，那你看它整颗的啊，如果你真的要真的很完美的话，你拆下来这个都把它分解掉，哦，只能烤这个，啊，也有人专门在烤这个卡钳的，对，有的人拆了就想说，啊，那就直接换一颗新的算了，也是可以的，直接换啊，拔活塞啊，直接就直上的就不用改了，对啊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对啊，它直接不要紧。这样我有在想呢，但是一点没那包，对吧？就因为上如果轮胎上去没有很明显的，我在想说这个要不要包起来？那这个呢，对啊，福特原厂的刹车皮，对，我是觉得整个都红的就好了。你有擦吗？我包不擦，这样不好切啊。你哪里讲呢？是阮人家车嘞。啊，像这嘛不要紧。对啊，不要紧，那 T 啊，那包袂落来，那滚轨啊包袂落来。哦。要去分到不见的地方。啊，本来就是拿的嘛，看家己，先射满脸这样。对啦，就是空间的啊。好啊，交给你。好啊，不，第一层好啊啦。啊，你别再喷伤高啊。
那哦，大姐看到那本哦。如果你假设你是第一个分完，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回来又可以再分，那他这样不会沾灰尘？如果在室外做的话，还好啦，灰尘有那么重吗？总是。好，看有啥物卖伤高呐，伤高会流鼻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哇，那有加过吗？啊，这个要记得哦，往下这样看，往左、往右这样看。啊，你可能就是要头要趴下去，看往这样看上来。你如果是用那个自用转的阶梯，你没办法那么高啊。好，不要喷那么厚，那边捞皮。有些人会拿那种大条的毛巾啊，如果你家里有，也可以用毛巾啊。对，用毛巾好像比较好哦，啊，因为可以盖住一些地方，啊，比较难贴的地方。那，啊，可是报纸是比较随手可得啦。对，换一盆水转印好了。你是说我现在开的那一台，啊，还是换过了？要野马了。好啊，当然好，敢钱你出，我当然都好。我没关系啊。现在你是在想，我从别的地方给你凹回来就好。没有，我别在，你哪在想嘞？你也喜欢那？对啊，我是。你刚没，你没有教我，我现在会了。哦，是啊，哦，敢。啊，不要太厚了，慢慢来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来，再换下一个。不然我进去的话，其实刚刚刷了干净了，没有很脏。一般这个都是屁混啊，冬瓜混啊，盖掉一家，应该也看不到了。哦，记得哈，千万记得，就是不要太厚啊。先抓一下那个它的劲，抓出来那个距离，对，距离。哦，你那多喷几次也不要让它像流鼻涕一样流，那很丑。啊，因为你看它这样一直喷，对吧？对吧？有没有看到？对吧？就像有没有？这样就很丑了哈，千万对对，千万不要流到这样。好，来黑哥老品嘴。刚还好，你不是喷白的。喷什么白的？没事。哎哎呦！拍谁拍谁？进来还你看板。哦。记得不要去摸，你可以摸旁边的，记得干的，不会黏黏的，有没有？我就会再上第二层，因为这是你自己的，所以你会很注意，比如哪里没有喷到啊，角度啊，稍微看一下。你装上去啊，正面一根一根还看得到，有没有？其实在里面你也其实也看不太到，可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喷好了。你盖上板多了，那像如果比较天气如果没有那么热，那大概要放多久才会干？不会啦，其实老实讲，绕一圈再顶多抽根烟的时间，它就干了。对啊，像如果是冬天，冬天是冬天的话，你可以就像我讲，你摸嘛，摸报纸，我就这么大的话，嗯，啊，你也放个手啊，黏黏嘛，都控制了，好不好？哦。等下这个可以撑多久？撑多久啊？对。这应该蛮久的，除非你用强霜强碱去洗它，不然不太会掉。你看哦，刚底下你看这边就比较那个，有没有？还是角度的关系，还是有差，有没有？啊，尤其是从上去，对啊，你看下面都有啊，还是有一些没喷到。对啊，啊，你加减嘛，因为视觉的关系嘛。对，其实如果正常来讲，你喷这一面，好，哦，比较注重，因为你看拍进去嘛，眼睛看下去。好，哦，表面比较会重啊，因为我们只有顶起来可以喷比较均匀一点。哦，你那边打卷这帮都黏黏哇，这都喷哇，你摸会黏住。哦，对，就是下面黑的阿北打啊。你如果像你讲的，天气比较热，跟那个天气比较不热就有差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等一下再让它干一下。那还蛮快的嘛，我以为这个蛮快的啊，这个前半对吧？如果你要把它分解，就比较久了。可是重点哪分解？你装得回去吗？装不回去。对啊，你可能可以啦，我不行。我也不一定。是。你看，它是这样卡钳嘛，它是这样夹。对。万一如果你放完，它会这样夹进来，你要东西把它撑开，不然你放不进去。哦。我得弄北路，那弄北路。所以它还是要有一个工具，对不对？它有一个工具，这个。有这个啊，这个是不是把它撑开的？哦，
设你现在那个卡钳会这样缩小了嘛，你放进去，然后转这个，这样转，它就会打开，它就慢慢撑开了。哇，像鸭子的嘴巴有没有？没有。哦，鸭嘴兽，啊、哦，妇产科在用的。啊，没有，啊、哦，不是妇产科，是汽车的那个情况。哇，就把它打开。他就这样来、啊、你接汽车好会回，你要接什么？我不会回，哇，差了你啊！见你的亏啊，把活塞撑开了，嗯，完了，哇，亏啊！啊，你的看我都讲不利啊，也缩回来啊。车的工具跟人的工具是差不多的，看牙齿嘛，是用电针要整啊，锁螺丝吧，哇，那个直牙不是让螺丝锁下去，要都套牙，套套套套，都一样的，我也可以啊，去当医生，对啊，我可以当医生啊。车子的医生跟人的医生其实差不多、啊。看一下。我看你要喷吗？你用这个、啊。你要追求温度。好吧，你都在讲啊。但你其实你装上去是一点都看不到。看不到。对。四个卡钳一罐用得完吗？还是会太多？太多了，我一罐的还有多嘞。是，就大概半罐就好。大家想一罐够了。你看，刚才剩多少？你自己拿。大概还有三分之二吧。对啊。好，耶、yeah。好了。好了，再等一下，让它再干一点。我们等一下就稍微可以，有些是这样啦。等一下干了，先把它移开，看哪里，再稍微补一下。嗯。对对对对。擦这一张，塞污的擦一朵，擦一下。为了现在我修修起来，就是后面的最后都是要检查，就这样一样锁螺丝一样啊。哦，锁后啊，结果一颗没有锁紧，也是交了。塞乎的紧，确定就锁完，对吧、啊？这是才是重点。要去花父母。没有，这个就是我刚刚说，有时候打开的时候看啊，如果没有碰到，再补一下就好了。因为这个角度刚刚看出去，有可能会看到，啊，所以我们要谨慎一点，就要把它弄好。你知道这个技能都怎么学的吗？以前地油旁边有一个 air clean 的盖子、嗯，你知道吗？五角形的长方形的、嗯、那个他妈的不能黑的，那个一定是要拆下来烤漆的，黄的啦、蓝的啦、红的啦。Air Clean 你在吗啦？我在啊。干，你一定没玩过地油。我是没有玩过。你就出生在有钱人家，妈的一生下来就。就有什么？就有他妈那个娃娃车可以坐。我妈生下来都是丢在三合院，自己在那边爬来爬去、滚来滚去玩沙而已。那你这种有钱人一生下来就有螃蟹车可以坐？没有啊，那上面还有那个猪猪可以亮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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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完成。好，完成几遍了。如果你怕会掉出来，用脚稍微顶一下。哇，这是训练过的姿势。开展，如果你这个是四个轮子嘛，假设你拆一拆啊，这好像是五颗螺丝好了，都掉到水沟里面拿不到怎么办？去买新的。错啦，你就不会把三个轮子各拆一颗，你就有三颗。这样不会喷掉。不会，你平均啊，各个都三个啊，也还好啊。那三个你要锁哪三个洞会比较好？因为这三个吗？都可以啊，还是锁着这样不行，先不行，一定要类似这样哦，或者这样，啊、对，类似啊，啊，因为你如果真的缺，你就慢慢开而已，不会去飙车了吧？好，我放了，我刚好拍了个照，你要传给车主，车主就盖。不要帅度，刘烨，帅哦，可以了哈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安心吊车了哈，好吧，阿天怎么好吧？对，修吧，状态，状态。好了，今天分享这个。把卡钳喷成红色的，哦，这个其实不困难啊，最困难的是你要把轮胎拔下来而已，这是最困难的，好，其他应该没什么困难的。
就是要记得哈，你如果要把它挺起来，再把它拔下来，这样喷而已。好，对啊，今天分享到这边喽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太赞！我去换短裤，因为太热了。老师，你以为有露腿就可以了吗？不是啦，我是太热了啦，我是真的太热了，要换短裤了。柯P露腿，全网暴动啊！不用毛的哦。那现在的汽车现在超跑，有人爱啊，关心，不用关心。穿丁字裤，所以遮起来就这样而已。踢霸，对啊，踢霸，干。中间那一根会夹到会黄黄的吗？会不会？会啊。干人家，你知道你穿过？没穿过。你怎么回答不快？为什么不能穿过？你不丁字裤呢？真的假的？我看卡上中，你脚看没？讲嘞，伊讲嘞，所以你走路袂敢做硬桥一条。伊回来就紧嘞，我看会不会黄黄个会？哎，代表你穿过啊。无伊那啥，迄只黄黄的。ご覧の番組は、小CG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送りしました。